怎么回事？没有，你还狡辩，就是你。对，就是你。是这么了？对，是。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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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
有点意思啊。哎，你哪儿的？哥们儿，你不是这片儿的吧？你干嘛？你说我干嘛？你扔我围巾干嘛？扔你围巾怎么了？你凭什么？你说我凭什么？你说凭什么？哎，二哥，你别打，你别打。我打他，打谁啊？快起来！知道你为什么挨打吗？你说你这大夏天的，你还五条围巾，你不嫌热呀？你不是找打呢吗？以后别戴了。听见了吗？走吧。你们俩也太过分了，人家戴围巾人家的事儿，你妈欺负人家。这不是欺负他，我这警告他。这么大热天，咱们全光膀子了，还戴条围巾，也怕捂出痱子来。那人愿意，要是我也戴个围巾，你们不也得打我？三儿，别说你戴围巾了，你就是穿棉猴也没事儿，没准还能把你给撑起来。没错，三穿棉猴特别好看。对，三儿，要不明儿穿棉猴上学得了。是啊。哎，起床了，起床了啊，快点。哎，我烟哪儿去了？啊，好好找，有吗？再好好找找。你记得搁这儿吗？把身上钱全他妈给我掏出来！我没钱，真没钱。不对，我昨天还看见他买面包和汽水了呢。给我搜。没有。给我跳。干嘛？让你跳，听见没有？快点跳！就这些呀？就这些了。下次给我多带点，听见没有？走。什么？撞了！撞了！跳！跳高点！跳高点！跳高点！没吃饭啊？
快点，高点儿，别停，还得跳啊，跳高点儿啊，走，不许停啊。原来小孩跳的越跳越好，越好笑。实在是对不起，哎呀，是我管教不严，我在那儿呢，给您赔礼道歉。光道歉有什么用？看给我孩子打鼻青脸肿的。是是是，待会儿我带孩子上医院看看去。以后好好管教管教自己的孩子。是，这您放心，等他们回来，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们。那带孩子看病去。行，他给孩子打的。走吧，咱们上医院看看去啊。大哥，嗯，二哥，嗯，咱回去算了，回去就得挨揍，回去什么呀？没错。那咱明天怎么办呀？我告诉你啊，咱就在这儿忍一夜，没准明天咱爸气儿就消了，打咱就轻了，懂吗你？祸都闯了，你害怕管个屁用？就是的。哎，对，三儿，来抽颗烟，也许就不害怕了。有动静啊！站起来！气死我了！偷偷摸摸还抽烟了啊！长能耐了是不是？学会欺负人，跟人打架了是不是？我怎么……哎哎，爸，人家先欺负咱家三儿的。不是，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我爸，真他们先欺负咱家三儿的。啊？是这么回事吗？爸，我们错了。错了，错了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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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饶不了你们。我是天天的跟你们说呀，啊，天天的跟你们说，这心都操碎了。让你们好好读书，堂堂正正的做人，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。你们倒好，兄弟之间相处的倒是挺和睦，合起伙来就欺负别人。谁的？是我的。也有我的份儿。这么小就学着抽烟？我这还有酒，喝不喝？怎么一点事儿都不懂啊？啊？你们说说，我养活你们哥仨容易吗？啊？你现在不好好读书，将来怎么办？靠什么吃饭？跟我似的，大字不识几斗，只会在货场里开叉车。爸，我们以后长大了跟您一样，也当司机。放屁！我那也叫司机？只会开着叉车在货场里转悠，从来没上过马路。你还觉得挺好，怎么一点志向都没有呢？我是想当那种能把车开上马路的那种司机。你怎么不想想干点别的呀？啊，当厂长，当经理什么的，都过来，过来呀。坐下，坐下。吃吧。
嗯，你还是早班啊？嗯，那我还坐你车啊。行。房子娘。那坏了坏了。坏什么坏了？坏着了。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嗯。什么呀？我这金利来100多块买的吗？一百多，一百多买金利来，大哥你信吗？那假冒伪劣，这是。哎，我看你这个像是从温州那边过来，拉是吧？就是温州的。行了，吧，不懂就少说。宋明，我也赶紧走了，你们怎么着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们还在那路口等你啊。行行行，那我先走了。等会儿我。别挂，我得赶紧上班了，来不及了。我先走了。你别着急，我还没吃呢。没事，爸，我老爷，我有号的，没收拾。什么事儿吧？这礼拜六要是没事儿的话，大伙儿都回来吃个晚饭啊。那不行，我约事儿了吧？礼拜六啊，能不能晚一天办呢？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了吧？这礼拜六是我60岁的生日啊！我说咱们大伙儿吃个团圆饭，没问题吧？啊，行，那我们肯定回来。那我走了，走了，爸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哎呦，这事儿我还真给忘了，确实给忘了。你说老爷子60大寿，咱们还真得给他好好过过。这到底怎么过呀？啊，三儿，出出主意。我听你们的。要不呀，咱哥仨呀，给老爷子凑点钱买个什么礼物？老爷子爱喝酒，对，要不给他买瓶茅台，一瓶五粮液。行，我觉得还不如给咱爸买点保健品。哎呦，保健品可不行。货真价实的没几样，你看现在净拿那胡萝卜当人参卖的，不行这事儿。那你们说到底买点什么？哎，大哥，三儿，啊，咱给老爷子弄一生日蛋糕，往老爷子面前一摆，肯定老爷子肯定高兴。你说呢，三儿？啊，也行，是不是？行。哎，大哥。啊，你就给我停这边上，停这边上，我就这儿下了，我就下了。行行行，不让哥几个看见，以为我混惨了。哥，晚上再说，咱们俩再说。行，哎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找谁呀？大妈您好，我是。跟谁叫大妈？我为你找谁？对不起，大姐，我是保险公司的。您看，你什么事啊？我们公司啊，最新推出了一项保险业务，人寿储蓄保险。你是推销保险的吧？啊，是。谢谢啊。
这人连烟都不让抽。哟喂，我才晚来那么一会儿，你就不高兴了？没有。看来我在你心里的地位也不怎么样。这儿正中间。走吧，他们等着呢。去哪儿啊？我给你介绍几个我哥们认识。我认识他们干什么呀？我让你跟他们做生意啊。什么生意啊？你别瞧不起人，你看看你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做什么生意。走吧。算了算了，我跟他们不熟。我认识为你好，认识我就熟了。来，就这儿。谁啊？哎，浩哥。林红。哎，进来进来。介绍一下，周学农，我的男朋友。这位是浩哥，这位是大琛。哎，川哥，先生，这位是文龙，哎，龙哥，这位老柴，哎，柴哥，林红的男朋友真是一表人才啊！来，坐坐坐，喝茶，倒着。咱们今儿哥几个凑在一块儿，弄点事儿，是吧？如今呢是经济社会，咱没点经济实体，肯定是不行的，在社会上也站不住脚。咱们大伙儿有什么好的主意，都说说，是吧？老柴，你说说，有什么好主意？咱们干点什么？我不能调子纸啊！哎，德，吃饭吗？啊，喝。这玩意儿嘛，竹尖儿，竹尖儿，竹尖儿，那听我的，没错。别在这儿支招啊，去等你电话去。哎，干嘛呀，老赵？嗯，外面是不是有活了？啊，我这圈里的朋友正跟我联系着呢。有戏吗？有戏，40%啊，99%。哦，你呀，就吹吧你。我跟你吹什么呀？来，你听。我说电话又来了吧？喂，啊，我这儿啊，打错了。喂，哎，我是老周啊。对对对，老周，啊，老周，啊，周学工，啊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你给我打过电话吗？哦，没有啊。我上回跟您说那事儿，您看，哦，哎，哎，好，那好。
小黄，我怎么觉着你那哥几个不像干事的人，有点靠不住。谁说靠不住啊？你别见谁就怀疑谁。我不是怀疑他们，我总觉得他们说这事儿吧，有点不靠谱。哎，到底想不想跟他们干啊？你可都答应人家投资了啊！我这好不容易给你找一个这么现成的机会，你怎么现在反倒前怕狼后怕虎，犹豫起来了？我也没说不干呀。薛农，这次呢钱又不是很多，你别让我那几个朋友笑话你，说你光说不练。嗯，哎小胡，嗯，我有一事儿想跟你说。嗯，说。算了，甭说了，一说回头你又该说我吹了。你就是吹，你等着吧，早晚我得做一大生意让你看。这明儿就是老爷子六十大寿了，你们说到底怎么办啊？这样吧，咱请老爷子搓一顿，啊，喝点儿，喝点儿，行也行，咱哥仨好长时间没跟老爷子一起喝酒了，三儿你说呢？行，我没意见。行，那就这么办了。耽误您两分钟时间，两分钟。哎，小姐，先生，啊，您看看，这是我们报。目前推出的这项保险业务非常合理，它不但能让您得到应得的人寿保险，在一定范围内还能替您理财呢。也许您没听明白，这是最新形式的保险，储蓄保险，就您把您的钱放到我们保险公司，能得到比银行还要高的利息。您还是不明白。那边有一冷饮铺，我请客，咱慢慢说去啊。我说，诸位，这个鱼籽啊，我都撒进去了，鲤鱼、鲫鱼、鲢鱼、青鱼、草鱼，全有七八种呢。鱼塘的外观呀，我也设计好了。这个四周啊，给它栽上树。杨树、柳树、榆树，基本上就这几种。再弄点凉亭，弄几把椅子，等咱们定了渔具一到，最迟月底也就开张了。环境倒是不错，可是离城里太远了。能有人来这儿钓鱼吗？太有了，钱总，这眼前北京市有私家车的人可忒多了，一到了周末，准往郊外跑。咱这地儿冷清不了，等开了张就等着收钱吧。没错，小半天了怎么一条鱼都没看见？那哎，你看，哎，我看看，哎，你看这儿，哎，这有鱼。小红，你看，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哎呀，还真不少。哎，小红，你看那红鱼，红鱼，你看见没有？你喂什么鱼啊？这是什么鱼啊？红鳟鱼。哦，那这边这边，它人挺多的。你看这儿，哎，好，我明白，
没问题，真的没问题。别聊了，该你出车了。再见，再见。哎，老周，下礼拜你还是白班啊？下礼拜啊，我请假了。请假了？哎，这月奖金可没了啊！不要了。小周，哎，你的领带不错呀、啊。哎，小周，你在那上面可是独树一帜啊。哎，小周，你整天早出晚归的，在外面忙活什么呢？跟我客户谈保险呗。你客户都在大街上啊。你客户才在大街上。经理让把这个月的业绩报上来，我现在就开始做统计。我这儿有13份，我这儿有5份。是我的3份。你的也3份。小周，你的呢？他呀，一份都没有。不可能吧？那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他如果能拿出来，我情愿送他2份。我当然有，1块钱的保险可不能算呀。你才有1块钱的保险，我有一份寿险。不是真的吧？我现在正要填呢。换个地儿吧，我还行。哎，爸爸，这人气儿旺啊，说明菜好吃。大哥就这儿吧。对，啊，行，咱们这儿等会儿。那行。快点，我们这儿等呢。不是，你说咱来半天，你没人管咱们怎么呀？嗯。哎，小姐，你看这女孩是不是挺眼熟的？啊，大哥。啊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，是吧？啊，你们俩看哪个女的不眼熟啊？啊，不不不不，我瞧这眼熟，是吧？嗯，是不是咱们对门那三丫头？嗨，不像啊，那三丫头那嘴一乐，她后脑勺她那嘴也……我看这女孩像是南方人。你怎么知道这是南方人？你看人长得多秀气啊！今儿俩去吃夜门。先生有事儿吗？啊，小姐，我们在这儿等好半天了，到底有没有座？哟，大堂已经满了。是这样，今天是我爸生日啊，你帮帮忙。嗯，要不上楼上单间？单间收包间费吗？收，不过消费300元以上，咱就不收单间费了。啊，多少？行，300。对啊。哎，爸爸，爸爸，就这儿，就这儿，赶紧带我们上来吧。啊，就这儿，真的，就这儿。小心楼梯啊。来看看菜单。哎，哎，大哥，来，叫他。你们以前是不是常来这儿吃饭？啊，常来，第一次来。老二，还是你，我你让咱爸看看。对，爸生日来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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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点声。不，你说我这一多半辈子没下过棋，管的我也。我您这是什么话？爸，您就想，您这辈子能有几回这60大寿？不就这么一回吗？是是，您就挑哪个贵，哪个爱吃，您就点哪个。您这啊，看不懂啊！你们来，你们来，你们来。那个，你们这最好的什么呀？
我们这儿最近那个基围虾是特价，30块钱一斤，要不来一斤？这行，那来一斤吧，来半斤吧，半斤。再点点别的，那还有什么特色菜啊？都是家常菜。我们家老爷子特爱吃辣的，您看。那辣子鸡、水煮牛肉。哎，行，可以，好。哎，好。哎，那剩下的你就看着弄吧。哎，好的。哎，不要太贵了啊。哎，你放心吧。我什么呀？真是。咱这有厕所吗？来，我带您去。哎，我先收拾点啊。哎，慢点啊，爸。好。我告诉您，就在前头左手。哎，好，谢谢。第一间，左手第一间。姑娘千万别介意，我那就瞧着你眼熟。真的，这太眼熟了。是吗？这个是啊。哎，对，好，谢谢。就这儿。大哥，二哥，来，你们都来看看。哎，老二，你看这是什么呀？这是。哦，保险。哦。这才是给咱爸的生日大礼呢。你们想想，现在人还缺什么呀？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都齐了。就缺健康，是，我给咱爸买了一份终生人寿保险，解除了咱爸后顾之忧啊！你看看，还得说是三儿想的周到，这是让老爷子一看，高兴坏了，高兴啊！兄弟大哥，真是这事儿办得漂亮吧？漂亮啊！这份保险呢，一共是3600块啊，咱们仨人平分，一人正好1200啊！你们这两天把钱给我就行了。大哥，这1200是吧？这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多呀？这钱不应该咱们出吧？是啊，是吧？我觉得这钱也咱出不了。凭什么你们俩不出钱啊？这又不是白捡来的3600块钱呢，我凭什么一个人出？不是，哎，小三儿，你啊，先听我说，你当时买这保险的时候，你就没跟我们哥俩商量吧？你说你现在再说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，真的。老二，你说呢？关键是什么？你得跟大哥、二哥商量一下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商量这不行。不能自个儿。我这是给咱爸买的，我还商量什么呀？你给谁买你得说一声啊。对啊。我不行，这钱你们俩肯定得出。老二，你说呢？这么着吧，大哥，这谁买的谁出吧。对，我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，凭什么我一个人出？我是给咱爸买的呀。老二，我这钱是出不了。大哥，这事儿我也出不了。凭什么呀？出不了。哎，出不了。凭说什么呢？哎，爸，回来了。爸，什么钱不钱的？小姐，尝尝。没什么。没事。行啊。来，老二，哎，赶紧倒上酒，来吧。少倒啊。哎，行，您少来了。这么多菜，爸，啊，这是我们仨人给您的生日礼物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保险，这人寿保险啊。以后您在这有病啊什么的，就有保障了。这是我们仨人给您的。是，哎呦，你这是我们三仨孝敬您的，孝敬的啊。你们真是乱花钱。你说我这身体好好的，他要什么保险啊？来，我们哥仨一块儿敬祝您万寿无疆，永远健康，爸您生日快乐啊！干了啊！老二，赶紧倒酒啊！爸，吃菜。爸，您多吃点，您看看。吃菜，爸。来，三儿，慢点。哎呦，你喝那么多干嘛？你不行，你看看，走。哎，这孩子，我跟你说，你少喝就不停。小姐贵姓？姓沈。哦，家是什么地方的？上海。哦，您要票吗？开张吧。您去过上海啊？没有。哎，这单位就空了。哎，好的。啊、其实啊，嗯，我们家也不在上海，是在那个青浦。哦，我觉得你特眼熟啊。是吗？啊，哎，真好。行，这零头就甭找了。好的，谢谢啊。把票给我。哎，好，谢谢你啊。哎，走好。哎，再见。下次再来。哎。
我凭什么呀？行，我凭什么？甭哭，不用那点钱，干什么？我凭什么？啊，赶快叫经理啊，干点爸啊，叫干家喝点啊，行不行？胃就不好。哎呦，行了行了行，喝什么呀？喝。我来的，没睡呢，大哥。喝死我！大哥，嗯，觉得今儿这个饭菜有点贵呀。啊？多少钱啊？你看，500多呢。500多呀？我觉得300多就够了。是啊，我估计啊，就是咱看着面熟那丫头啊，把这账给算错了。嗯，要不他们怎么叫杀手呢？我跟人越熟越爱宰。是，得，咱就认倒霉吧。哎，老二，嗯，我想问你啊，今儿咱吃饭，你说这三儿喝醉了，是不是就因为咱俩没给他钱？估计是，是吧？可是你想，你这当弟弟的，你这么大事儿，你得跟大哥二哥商量一下，你不能自己说这么办就这么办啊！买完东西好几千块钱，你大哥掏1000多，我掏1000多，这合适吗？这你不尊重长辈儿吗？这也小点声啊，老头还在那睡。也是，想想生气。哎，大哥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啊。嗯，你说咱爸，咱这一天到晚的也没时间陪他。嗯，咱是不是给他找一伴儿啊？找一什么？老伴儿。你还有这闲心？好吗？你要真有这闲心，你干脆给你大哥找一个就行了。大哥，你我这说正经事儿。不是，我说什么？老头啊。一人60多了，他一人习惯了，你给他找一个，未必他愿意。我不信，你真给咱爸找一个漂亮的，咱爸看着喜欢的，那能不愿意吗？不会。嗯，你觉得呢？也行，那这事儿，那咱给咱张罗张罗，张罗。你找一什么样的？咱对门那二丫头他妈。行，还真行是啊，这一说还真是，嗯，啊。